北韩又在24日深夜及25日凌晨朝东方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弹道飞弹，都在飞行400公里后坠海。这是北韩在最近一周内第三度发射导弹。We certainly condemn the DPRK's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These launches are in violation of multipl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pose a threat to the DPRK's neighbo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北韩这次导弹试射前夕，美军核子潜舰安纳波利斯号才以纪念美韩结盟70周年的各种交流活动为由抵达南韩。而18日时，另一艘美军战略核潜舰肯塔基号42年来首度停靠南韩釜山港时，北韩也发射了导弹以示抗议。핵무기를사용할수있는조건이된다는얘기는자기네들도이거계속하면이제는핵무기사용할지도모른다라고지금받아치는거죠근데바로이런것자체가북한도지금상당히이상황자체에스트레스를받고있다는걸또반증한다라고할수가있어요而在南和北韩关系降至冰点的同时，驻防南北韩边界的联合国盟军部队也试图和北韩交涉了解18日逃入北韩的美军二等兵金恩目前的状态。And a conversation has commenced with the KPA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虽然联合国司令部副司令表示已经和北韩展开对话，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和北韩针对此事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路透社更指出，北韩没有像以往在官媒上大肆宣传美军士兵被捕的新闻，也让外界不禁怀疑金恩恐怕已经遭遇不测。环宇新闻方一之综合报道。最具爆点的政治内幕，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解析社会万象，探讨国际大事。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环宇一把抓。